意思，他就是把很多精华累积在一起。然后我稍微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，他就还加几个哭腔。我觉得简爱不错，简爱，你先带一句，把爱吹散了，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快快快，你可以，可以呀，情，好，情绪压下来一杯，把爱真的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一二三，来，把爱。把爱都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。你给我这次不诚恳的，诚恳啊！我懂你的心情，因为他就是浑然天成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在假装，就烂成这个样子。对，他如果演唱会，你绝对看吧。真的很好玩呢。我觉得现场群众都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，太有了，太自然，他不是演的耶。所以你去 KTV， 你还会唱什么歌啊？我没有再去 KTV 啊。你不唱 KTV 的吗？不唱啊。那就太可惜了。像大家都不知道要到哪里，大没欢乐。好啦，下次约我啦。我们先跟观众讲好，你出过专辑，几张？一张，难道还会有下一张？然后是几年前？大概五年前。是你个人还是一个团体？五年前很近代耶。如果 MV 像刚刚他这样子唱的话，应该很轰动吧？对啊，就是所有部落格都会转载。回忆过去，你知道他表情都很莫名其妙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。你还模仿他的声音？对，我真的我不会耶。我还是好想再听《回忆过去》。不要，拜托，你还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可以唱比较完整的？我没有，真的，我从来不去 KTV 啊，因为我没有在唱歌啊。那你总有比较喜欢听的歌手的歌吧？儿歌来，儿歌有什么儿歌？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要放感情，你看他放感情，唱两只。好，什么？放感情。两只老虎。你唱给他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 ，run run run。两只老虎来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不要怕，唱下去。然后呢？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直没有眼睛。尾巴。耳朵。尾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所以你那个团有几个人？有三个。那另外两个人都知道你的声音吗？可是我们有去试音啊，我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就得来这份工作啊。你刚刚是把平跟白无故中间断开吗？试音的时候他叫你唱什么？随便哼几句啊。然后他还用你？对，而且我们很多，我们整个公司10都去面试了。那你是有穿衣服唱吗？没有啦，我有穿衣服，而且唱的还。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女生都不可能，你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年龄增长就退步，你是天生就唱这么可怕、啊。我没有很可怕、啊，所以应景，你可不可以就是先沉淀，不要紧张，再唱一次那个回忆过去？我不要，我不会啊。你可以的，真的啦。你有鼓励我？是真的，就是说不要让大家笑你，因为你是经过试音的人。振作。我不要再搞笑了。行径，你知道吗？
种印度人在用鼻子一个毒蛇，我很怕他咬我，可是我一直就吃，而且我一直想可以看到他正面的眼神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他要办的是一对一的演唱会，客人对买票要给他唱，这个最有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刚才有很多惊讶的，我心里面很害怕。惊奇爆出团员名，康熙寻人组团去。你不会是你们那个团体里面唱最好的吧？那我要帮这个团重新。是谁？我们认识的吗？一个是。我们团恢复哎。我真的很想看。